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梅戏学校，我叫赵媛媛。赵媛媛，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主演的舞台戏有《卖油郎与花魁女》《沈旭昭旭》《桃花女》《公主与皇帝》《打金枝》《富贵图》《柳暗花明》《孔雀东南飞》等，她深受广大黄梅戏迷的喜爱。今天呢，由我给大家教唱黄梅戏《桃花女》选段。在交唱之前呢，先请大家欣赏舞台上的视频。人夫妻似锦深霜，月到中秋分外光。树靠春风花开放，枯木逢春又黄杨，枯木逢春又黄杨。昨夜十五团圆节，独自一人拜月亮。今天是成双，就要过终于百花堂，就过终于百花堂。身穿大红喜洋洋，脚蹬彩鞋走地上。将军呢受好友之托呢，将其女啊收为玉女，取名呢叫桃花女。在日后的生活中呢，桃花女呢被将军家人呢所欺，便投河自尽。在这儿呢就被一个公子铁中玉相救，于是两人呢就产生了一段爱慕之情，最终呢开始了一段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这个曲目呢为花腔子调式，我们戏曲呢是民族声乐体系里的民歌曲艺类，非常注重呢语言的咬字，在桃花女这个曲目中呢彰显得非常的明显啊。这段曲目呢旋律呢非常的欢快优美，黄梅戏的传统韵味呢也非常的浓，而演唱起来也非常的亲切口语化。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教唱这一段桃花女选段。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观，树靠春风花开放，枯木逢春又黄杨，枯木逢春又黄杨。这一句呢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个事啊在这儿呢咱们不能唱普通话的事，要唱
人逢喜事，要唱方言的事，这样的黄梅戏的韵味啊才浓啊。人逢喜事精神爽，精神爽，精神的神呢在后面呢有一个力度播音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关。这个外字啊在这一句里面呢是一个咬字的重点啊，咱们把这个重语字啊做一个艺术处理，要外化的夸张的来唱这个字。一个呢是加强了语言咬字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同时呢也表达呢这个桃花女要做新娘的这种喜悦和欢快之情。月到中秋分外关，夸张一点外化一点啊，分外关，数个春风花开放。这个放字啊就加一个这个韵腔的力度，花开放，枯木逢春又黄杨。这个杨字呢作者呢用了很多杨平的这种旋律啊，比如说杨啊，后面还有娘，什么羊，牛羊的羊，长，是吧，他们每一句的韵彻的尾音啊都是江洋韵，是一个是呢强调了我们旋律的唯美啊，同时也强调了呢语言的四声准确。枯木逢春又黄杨，枯木逢春又黄杨。这个杨呢一定要杨，这个尾音啊一定要收上去，收住，收得准确，要咬字归韵，吐字收声，在这一块。昨天是午团圆节，我独自一人拜月亮。这个月字啊有一个下滑音的这个拉回的这样一个韵腔，但是呢时值不能太长。我独自一人拜月亮，今天是楼，这个六呢一定要去把它要美化一点去唱啊，这是一个特别突出黄梅戏特色的一个这样一个咬字。今天是楼楼，那这样的处理呢它这一句啊显得更加的淳朴啊，和黄梅戏的特点呢韵味呢也特别的浓。今天是楼，美化美一点。今天是楼西城霜，这个霜字的尾音呢不要放得太早，霜。酒肴火中玉白花汤，酒火中玉白花汤。这个汤字呢这个尾音啊一定要再加上一个力度播音，力度大一点，播音也要大一点。酒火中玉白花汤，身穿大红，这个红字啊，红红，这个红字的尾音呢一定要收上去，要收得圆满啊，那个播音呢要播到下一个音节出来。身穿大红夕阳艳，杨子啊同样是这一段呢特别表现这个桃花女的这种要做新娘的这种喜悦之情，所以呢我们在唱的这段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特别外化一点，夸张一点去唱这一段。身穿大红喜洋洋，这个喜呀、啊、喜洋洋啊一定要真的从内心里面喜出来的那种特别的那种欢快那种喜悦。身穿大红喜洋洋，脚蹬彩鞋走地上，脚蹬彩鞋呀、啊、这个呢脚它要唱成我们安庆官话的脚，脚蹬美化了的脚，脚蹬彩鞋。可是这个鞋子呢就不能唱成我们官话的鞋了，安庆话呢叫鞋，
就等彩海，就很难听，这个音型是往下走的，就显得这个旋律呢就不美化这个旋律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唱这个鞋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唱成普通话的鞋，就等彩鞋走地上。这个走地上啊，桃花女这个曲目里面有很多种这个地方啊，特别强调就语言化、口语化。所以呢，这个走地上这三个字就一定要就像讲话一样，走地上，走地上，走地上嘛，走地上，走地上，就等彩鞋，走地上，要唱的松一点啊。我对着菱花镜子照，菱花，我对着这个桌子后面呢，再加一个力度播音。我对着菱花镜子照，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像新娘，像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这个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这个我们的作曲陈学勤老师啊，在做这段时候呢，刚刚我也讲到了，他特别注重四声的语言咬字啊。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这个多口语化的这个用字和那个音符啊，像新娘，像新娘，就全是就像讲话一样，这一句，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像新娘，像新娘，全部就像讲话，特别亲切，要唱的特别松一点，要唱的亲切一点。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像新娘，像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这有一个双音技巧，雪冰娘。我们黄梅戏呢有一句行话说到，男怕平词，女怕花腔，就是说呢，平词呢对于男腔呢讲，男演员来讲是非常难唱的，可是花腔呢对于女演员来讲呢也是很难唱的，它的速度啊非常欢快的，它一般表现的是民间气息的特别欢快的一种这样一个旋律。那在这个快的节奏里呢，怎么样要还要既要完成我们的唱腔，同时呢还要在这个快的唱腔里面还要着色，还要韵味，而且呢在体现我们生活气息的这样一个同时啊，就是在我们的韵腔的同时呢还要注重我们的咬字，就是演唱呢就像讲话一样，所以呢这也叫语言的歌唱性和歌唱的语言性。所以呢在这一段曲目里面呢，就对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咬字的要求啊是非常的高，你这样的咬准了以后啊，我们都达到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语言的歌唱性和歌唱的语言性，把这些都做到了以后呢，它才有更好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天风细似金山霜，月到中秋分外光，暑烤春风花开放，枯木逢春又黄杨，枯木逢春又黄杨。昨夜十五团圆节，独自一人拜月亮。今天是成双，九阳火中遇百花堂，九火中遇百花堂。
着樱花镜子照，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青年，像新娘，像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接下来呢，我唱一句，大家来唱一句，好吗？好。巅峰细丝精神爽，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关，月到中秋分外关，树高春风花开繁，树高春风花开繁，枯木逢春又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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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舞团圆节，昨天是舞团圆节，昨天是舞舞，昨天是舞团圆节，团圆节，我独自一人伴月亮，我独自一人白月亮，白月亮，这个亮子不要放得太早啊，亮亮。对了，我独自一人白月亮，我独自一人白月亮，今天是楼西沉霜，今天是楼西沉霜，这个霜字呢和那个亮字啊是一样的啊，不要放得太早，西沉霜，西沉霜，九窑花终于百花堂，九窑花终于百花堂，酒火终于百花坛，酒火终于百花坛，身穿大红，身穿大红，喜洋洋，喜洋洋，脚蹬彩鞋，脚蹬彩鞋，走地上，走地上，我对着樱花镜子照，我对着樱花镜子照，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大家注意，不是可像，是可像新娘，美化一点的可，可像新娘，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对，然后那个唱的是对的啊，但是可字呢再美化一点，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非常好啊，像新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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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新娘就是我，对对对，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
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好，唱得非常好啊！我们讲到了很多咬字的要领，就比如说咬字归韵啊，吐字收声，这是对咬字的一个要领啊。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了咬字一个口诀。重字头，慢字符，轻字尾，所以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就一定要注重我们的咬字，要字正，要腔圆。今天呢，我们这一段呢就教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在现场呢为大家演唱这一段，大家听好了，刚刚我们教的几个重点的地方。深霜月到中秋分外光，暑考春风花开放，枯木逢春又光阳，枯木逢春又光阳。是楼西成霜，旧窑火中与百花堂，旧火中与百花堂，身穿大红喜洋洋，脚蹬彩鞋走地上。着明花镜子照，看一看我桃花绿，可想新娘。想新娘，想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今天的这一段呢，我们就教到这儿啊。接下来呢，还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北方人，就是比南方朋友们学的是不是要有难度？应该是北方人学黄梅戏啊是非常适合的啊，因为呢，我们的南方人呢是小桥流水，我们这边呢，江南这边的这个演唱的这种张力啊反而不够。可是北方的人的声音呢，本身就是他是在高原地带啊，嗓音本来就很宽阔。所以呢，这个高度啊，这个声音啊，都能够达到。所以我们特别羡慕你们北方人的嗓子。黄梅戏呢，有我们的柔美的那个韵味啊。但是呢，要比起嗓子呢，就是我们还是羡慕北方人的嗓子。我觉得呢，北方人的嗓音是很适合唱黄梅戏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咬字的问题啊。其实我们黄梅戏啊，跟普通话呢比较接近。就是黄梅戏呢，有三个音。是跟普通话是一样的，三声是跟普通话一样的，只有第一声，比如说妈、麻、马、骂，只有第一个妈，妈妈的妈，我们安庆话呢叫骂、骂骂，普通话是妈妈，对吧？然后我们安庆话的叫骂骂，就是低一点，就第一声比我们的普通话要低一点。所以呢，就是北方话呢就近似普通话，所以呢在咬字的时候呢应该是很便捷的，学起来会很容易的。好，谢谢大家。赵老师您好，比方说啊，就是各大剧种吧，我都喜欢，我唱了这个再唱那个会不会串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其实呢无论哪一个剧种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气息的控制，对吧？情感的要达到一个情感，去理解人物，
是不是？但是呢，运腔的特色肯定是不同的。你看我们戏剧演员，我们也喜欢唱歌，不管流行歌曲、民歌，我们都唱，所以我认为是不打架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有奖问答的这样一个环节啊。答对了呢，我们栏目组还有奖品，大家说好吗？好。这个桃花女呢，在我们这个剧目里，原来就叫桃花女吗？赵老师你好，不是。那叫什么？叫邪冰娘。太厉害了。因为我对这个戏特别深有感触，我每次看她的时候，我觉得唱得太好了。真的是把他记得刻骨铭心。谢谢谢谢，说明你对这个剧目啊是非常的了解啊。好，谢谢。好，谢谢。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这段唱腔它体现的是什么样一个版式，是花腔呢还是平词呢？这是花腔子调式，但是它区别于，我觉得啊，是区别于那个慢游郎那个子调式。慢游郎有点凄婉，这个是比较欢快，因为它加了花腔。对对对，太好了。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啊，和大家一起学唱了桃花女选段。那这一段呢总体要求呢是咬字要注意，要口语化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训练中呢，就是一定要注重我们口语化亲切化去唱这段唱腔，然后呢要注重咬字的训练。月到中秋分外光，暑考春风花开放，枯木逢春又黄杨，枯木逢春又黄杨。昨夜是无团圆节，独自白月亮，今天是楼西成霜，就要火中玉白花堂，就火中玉白花堂，身穿大红喜洋洋，就等彩鞋地上，我对着明花镜子照，看一看我桃花女可像新娘，像新娘，像新娘。就是我雪冰娘，新娘就是我雪冰娘。